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良好。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用餐前应正确洗手，用餐期间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